记忆是越高级越怎样？请问有人在吗？嗯，你刚刚在说啥？记说什忆么？啊，是记忆是越高级越好啊，是怎么的方法？嗯，比较硬，然后那个载重量比较高，就跟轮胎差不多嘛。然后面积会大超多，面积也会神大。大，超级大的。那太阳系还是在那个什么，在重量？150，啊？150公斤。其实不是越高阶，我还没说几阶的。10阶的，那是。我才8阶9阶而已，你就跟我说10阶的。哼哼，差不多啦。因为我最记得的就这个而已。哦，福利越高。